吧。这首歌叫《金兰来花》啊，出来给他糖。你这么的，你们先把这个糖咔咔给我上，上完之后我告诉他，我说那个什么，我看人家给你送糖的，完了我就把他叫走，好不好？不然我没有理由把人家叫出来，还说不定再给打我一顿怎么办？跟不上文臣，是真的，是真的，哥哥。感谢我人家大哥的幺八八气球，得让他看着，你放心，我替他看着呢。算了，他估计吧。老二，那个老三在说你，说你坏话呢啊！他说你出来怕憋坏镜头。